演艺界相互认识的明星很多，也有合作的明星。王一博和肖战是合作认识的，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很多人羡慕他们之间的友谊。他是肖战的弟弟，被直男王一博宠坏了，知道是谁后谁不爱。肖战和王一博自去年出演《陈情令》以来，两人都很有名，迄今为止还是很受欢迎的明星。肖战他当初没有工作，但仍保持乐观的心情。王一博现在参加各种综艺节目，很受欢迎。肖战是91年的明星，现在有很多比他小的男明星，他们可以说是肖战的弟弟。肖战他相处得很好，演艺界也有很多人喜欢和肖战相处。他对一些关系很好的弟弟也很好，尤其是他的团体。王一博他出演电视剧时也可以协助明星。97年的王一博还很小，但是在合作的明星中有比王一博小的人，王一博也照顾对方，相信那个人是肖战的弟弟。很多网民都知道那个人是燕许家肖战和队伍中的人，平时肖战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，也很照顾。王一博和燕许家合作的是《和你一起去世界顶点》这部剧，剧中饰演的是王一博的弟弟，王一博也很受欢迎。得知燕许家后，谁不爱呢？